早安，早安，Good morning, everyone. Hello, 夜莺的上台 ，Welcome to the live chat room. 是 Breaking and Go. 什么？啊，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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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できるねこかまえつ登場会登場会エピソード7。好的，哦，抱歉，一开始就出糗了。好了，时间有点不太对。好了，那么这一次第七集是第七集，来来来，动画风还是日记本都可以。好的，也开好。倒数计时器，边吃早餐边看能干猫吧。我还没吃早餐呢。好，那么准备好了，准备倒数计时 ，countdown stand by，3、2、1，start。这里是美丽的早晨啊。お腹すいたねえ。だって、おー、さすがゆきち、ゆきちスペシャルって、わー、这是、ああ。すごいな。あ、ねえ。ゴンカプス？狗男的，有一个技师还需要结婚呐、啊？哪里说的？哎、欸，你真的想跟有一个技？哎、欸，红鸡啥？有预期，谁还需要结婚呢、啊？真是的啊！等一下，忘记关音乐，抱歉。今天农历几号了？近七月了没？已经近七月这么久了，已经七月初五了。终于开始有感觉到七月的感觉，什么呢？有些灵异现象发生了今天。嗯哼哼哼哼哼，嗨，できるねこは DIY もできる。带着虞姬结婚吗？看到有虞姬就啊啊啊！看、啊、我、直接被 NTR 了，傻小。
雪人やん。うわあ、諭吉じゃん。他家就有一个。え。何が？と、なんか突然。啊！啊！真是的。好。아, 깜깜했어요. 티에나. 난 이거. 오요, 강하오 7월. 회의 현상. 네. 응? 유키치 시작하나? 아? 에? 에, 회파수스. 시카타 나이나. 醉了就不会怕了。不行哦，睡前不能喝酒哦。没洗澡还敢上床啊？哈。小朋友是不是啊？你什么时候有威严了？你什么时候产生你有威严的？
竟然直接把体重机放在门口，哦，呢？哈哈那个。好的，我看，哦，ナイス一击。好嘞，没有回来耶。哈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喝水啦？你说什么？可恶，被你看到是吧？没办法。啊，好奇怪。好的，现在就想起来了。哎，不是，你要讲给游戏听啊，游戏知道了啊。おお、何か？リソースだ。うん、だよ、ヨッキチ不算猫吗？おい。食べより美味しそう。不错对，他们家原本有养黑猫吗？好嘞，내거오오유키치다르는
完全不会弄倒，可以走在一大的罐子之间，做得到吗，一季？吃耶！これは猫？一般的猫到底长什么样子已经忘记了。双脚弹跳在瓶罐之间。阿里，看别人家的猫竟然笑这么开心，哎 ，Kitty， 呀，キモチ。可爱啊！一个大，哪里？啊，很会讲话嘛！来，啤酒。哎，啤酒！哦，可是这样子马上就露馅了。我家猫超会料理的。Oh my god！你看的什么？ユキチ。哦。何が？壊れたって。哦，你已经预想到这件事情了，太强了，天才！さすがユキチ。哇哦！全能住家改造王是不是？嗯？屁啦！你这都办得到吗？哇！太强了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中间到底省略了什么步骤？あれ？
へえ。がしかし。ねえ。ユキチ本身就已经是非常疗愈的存在了。哇，还懂装潢诶。过太爽了、啊！直接把他压醒 哇，时间过得好快，一转眼之间就……哎呦，有几岁还需要结婚啊？天哪！哦，小侄子他们家新猫吗？啊，哦，是别人家的。哪里个？突然间变成战斗吧，我。好帅哦！你是谁啊？好帅哦！你谁啊？是我，突然就变成战斗班了！哇，下个礼拜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哇，天哪！哇，突然间。我这个那谁的？我那谁知道？啊，好想要赶快看第八集哦！诶，好帅哦，你谁啊？小姐，你哪来的？怎么会帅成这样子？好啦，那么这周的《できるねこ》就先到这里喽。啊，那家里就是回来享受疗愈的。非常的道理。如果那把自己可以疗愈自己的东西通通丢了，只求房间整齐的话，那就达不到家的效果了。家就是要过着舒舒服服，
是要让自己舒服，不是要让别人舒服。所以别人觉得你在家不舒服，那不干你的事情，你觉得舒服就好了。哎，好了，那么我们就下个礼拜再来看 Episode 8的第八集部分。那么就再重新到这里喽。我们先讲个人生，今天的开心我们是よかったらチャンネル登録と高評価ツイッターの方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どうもじゃ、シャドウアイちゃん、See you next week! また来週、エンディング!